走嘛，啊，来塞，来往哪来塞呀？啊，感谢点赞的朋友们啊！哎呀，这边这天挺热呀啊！打完仗我给你打点的精水冲一下就凉。还要冲个澡？啊，到你家还要冲个澡？井水还要冲个澡？啊，那方便吗？我送你个锤锤。嗯。我送你个锤锤。这车我不要。你骑 感谢送的小心心啊，谢谢直播间的朋友。爸爸会送你车，只有我送你车。嗯，有山有水有花，真漂亮啊。OK。还有美女，回家砍吗？不要了。啊？咋还不要了呢？不要了。啊，你是个耍技工，什么技工啊？还有这个是水牛吧？还有一头大水牛哈，那边，啊，你抓的呀？啊，嗯，啊，还有黄飞牛的。感谢飞哥送的小心心，给主播点点赞啊！哎，这小胖长得挺敦实啊，哈。啊。我你还过来，我骑。啊，你还会骑呢？我会骑牛，跟骑羊，还骑过猪的。啊。我还骑过猪，你晓得吗？还骑过猪。啊。啊，骑过。按过猪啊，杀猪的时候就打啊。看一下水牛是公的还是母的啊？母的的话在屁股后头。啊，这是什么树啊？这个啊，细细的。槟榔树。啊。啊，槟榔树知道吧？槟榔树啊。好多这个落地果，真的，你让他们上网去查一下。咱们直播间有认识这个果子的吗？你让他们。我看有几个有学识的。我是可以送他们。有认识这个果子的吗？这个你给我吧。啊。这个果子。那不能问，大哥，勇敢面对。问的话。热得很。热得很。啊。那快走。释迦果不是啊。落地。有认识的吗？打到屏幕上来来，我老铁们看看。先结果再开花，花开在这上面。我看直播间有没有见识多广的啊？诺丽果吧。一生有你，大哥说的对啊。诺丽果好不好？这是火龙果。这美女你吃不消啊！哎呀，快到了。走吧，给你，没见过吧？这个什么家？我们这还有二两面的。你要给我打水冲澡吗？对，我要冲一下。啊，你要冲一下？哎呀。爸爸这边走。你这边走。吃不消啊，感谢送的棒棒糖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太热了，这地方，这走到哪都没热，现在哪凉快啊，老铁们啊，现在哪凉快？休息哈。啊。你今天我给你看个，也这早上我蔬菜砍过来。啊，你蔬菜砍过来。我给打个井水洗哈。打井水。还有井水呢。拿个盆，你两个一起冲啊？那不行啊！这是以前老房子。啊，老房子。哎呀！啊，这是井水，嗯，这能喝吗？这？你不喝啊？啊！哎呀，这打水喝的小汉啊，厉害了哈！那么热多少度啊？30多度吧。你看咋个打的不？啊，能打上来吗？没呢。阳台。这挺原始啊。啊。干净不？你看。啊，干净干净。干净。你要把砸下去，不然就打不到。啊，把它砸下去。这个一般人没打过哈。你要洗不？啊，我不洗。我这开直播呢，我怎么洗？你就这么洗啊？嗯。啊？晚上的时候是。啊，晚上的时候就出，啊，这水不能喝是不是？喝水一葵花。那下雨，老铁们问下雨的不到底雨了吗？这下雨它就有点浑了。啊，下雨有点浑了。那我给你砍叶子。啊，行啊。走吧。啊。到这个地方了，必须得喝个椰子嘛，是不是？必须
得喝个椰子。是泉水吗？井水，井水。你看这个吃过没？没吃过。这个是常年有的。什么？常年。莲雾啊。胖的很。哎呀，胖的很。那一会儿我给你吃一个。等一下再吃。我给你看一个嘛。啊，给我砍一个吧。我重新给你看一个哈。啊，让老铁们。让老铁们看看你的刀法，行不行？啊。看我不行吗？还要看刀。看看你的，我不比刀好看吗？看看你的刀法，看看你几刀能砍开一个椰子。哎，老椰子还是新椰子？啊，我家有三种椰子，你看一下。那我不知道，我问老铁们，你们说这个是老椰子，要老椰子还是鲜椰子？你看，我家有这种黄的。啊。还有这种。嘿啊！还有这种青的。哎呀，这个大呀哈！你想喝大的呀？啊。能喝饱就行。喝饱呀？对。能喝撑。还有那种老的，老的就是刚刚我捡的那种。行，看看你几刀能砍开的。这里面是宝贝。宝贝啊！感谢点赞的朋友们啊。那我给你洗一个。喝奶喝哪有有椰子？好吧，好不好？啊。给他洗个澡。这女的劲儿大呀！啊。来，然后在农村生活，砍这个大个能喝完吗？是海南吗？这么多椰子，对对对，啊，海南。来了来了。来了，砍吧。我会三刀砍完，但是不像三刀。啊。这先要把屁股给它砍了，放平。这椰子太大了。大哈。大大大的呀。老铁猜一下里面是什么颜色的啊，让他们猜是吧。直播间有没有没喝过椰子的扣个一，有没有。然后再把他的这个屁股。有没有没喝过椰子的扣个一。椰子浑身上下都是吧。啊，还真有啊。是舍不得钱喝吗？是不是都给孩子喝了啊，这么多了。一般的都是，像内地卖挺贵的，15-20一个，都给孩子喝了，都给孩子喝了。我们这边便宜。你们这边便宜？对啊。但是运费贵呀，邮到内地就贵了。因为这个很重，你懂不？很重，是是是，而且过海的运费贵呀。你咋知道要过海？没喝过，你给呀。大哥你来，我让你喝个够，我给你行不行。没毛病。哎呀，这一人椰子几块钱一个，随便喝。对，那个我们这边就是去外面喝就10块钱一个啊，像我们就是7-8块钱，8块钱9块钱。这个椰子不光可以喝，这里边这个椰肉还可以吃，这椰肉可以炖鸡呀，炖啥的。这个汁也可以啊。你没有吃过这边的炖鸡吗？没吃过这个，没听过这海南椰子鸡吗？是不是？感谢点赞的朋友。太大了。啊。哎呀，你挑的这个好大呀。使劲儿啊，没劲儿啊。啊。太大了，慢慢来。慢慢来，感谢关注啊！感谢点赞的朋友，加油！感谢关注啊！开啊，也开不动了，你知道？为了喝点椰子，从东北那去呀、啊！这个很厚，知道吧？啊，这椰子卖吗？你们想要吗？啊，你想要的话，可以给你们上个链接。就不用从东北来海南了，直接给你邮东北去了，啊！以前在海南的时候，椰子1块钱一个，现在没那价了。现在是好几块钱一个呢。想要呀，
想要我给你上个链接啊，哥哥姐们，海南的鲜椰啊，鲜椰，想要我给你上个链接啊，五个庄啊，五个庄啊，你给他喊口号，一二三，8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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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五个装是53.9啊。椰肉可以炖鸡啊，炖椰子鸡，椰汁可以喝啊，是不是？家里有孩子的可以买点回去尝尝海南的鲜椰啊。那东西没我们山泉水有营养，那山泉水它也不值钱呢，这外边买15-20一个呢，大哥呀啊，这个是纯天然的啊，就外面树子上砍，就外面一棵树上挂的吗？它是树里边的水，纯天然的啊。这个不强求，想喝就买点。这个53.9是五个椰子啊，五个青椰啊，回去就可以喝。我们这边叫青啊。纯天然的矿泉，这是天然的矿泉水啊。纯天然的椰子啊，一二三开，其实挺合适的啊，就是里边这个开完，哎呀，好吓人呐！开完之后的这个椰肉啊，可以给它抠出来，抠出来炖鸡啊。好吃吗？嗯，这个男的。这个女的拐跑了这真是天然的，就是天然的啊，就天然的，你看这打不进去水，对，这太厚了，知道吧？嗯，回来自己开呀，你买回去是鲜椰子啊，自己开，家里面菜刀就可以开。嗯，哎呀挺热呀，这天哪，可以开椰子蛋，嗯，椰子蛋外面25-35，25-30有，对啊，其实合适，尤其北方的老铁们啊，北方买个椰子得最低得15块钱啊，有的地方得20，是不是？这五个椰子53.9，这合适啊，而且这浑身都是宝，这个都可以晒干净，有孩子的可以给孩子买点。感谢关注啊，感谢关注，靓妹能干活啊，是是是啊，加油加油。其实三刀可以打开的，直播间哥姐姐，你们买回去我教你们怎么开好不好，你就把它头去了尾去了，是不是？然后三刀就能开，只是这个大哥哥呢给他弄轻一点，端着不重。对，椰汁可以喝，椰肉可以吃。这个美女结婚了吗？还没呢。还没有。找个来给我砍椰子，可以吗？可以可以。找个朋友来帮我砍椰子吧，然后我们俩就摆个小摊儿，可以不？我卖椰子养他。啊，你卖椰子养他？啊。他又跟着我就可以了。他上树打椰子，摘椰子哈。对。这椰子你看，它都是新椰子。这一个得2斤多，东西沉，五个椰子就10多斤，14-15斤，运费贵啊。椰子油烙饼好吃啊啊！大哥一看你条件挺好啊，吃过椰子油烙饼。清香的椰子味，知道吧？嗯。这主播媳妇儿啊，不是不是。
天气热了，冰镇一下这椰子这好喝啊。嗯。冰镇一下，天然的椰子水。给你敲吧。啊？敲吧。敲吧敲吧。我也喝。啊。这是你们在家磕，它前面是有眼睛的，看没，软的，一敲就破了，知道吧？在这儿，你们买回去怎么喝呢？我教你们，我先教一下他们吧。啊，这是实心的吧？不是实心啊。直播间哥姐姐，你们买回去以后，它这头上是有眼睛的哈，有眼睛、有鼻子、有嘴的，里面直接看没，就是薄白色的、软的。哦，飙我身上了。出水了。出水了。对，这个看没。一叼就可以了哈，一叼就可以了，然后就可以喝了。那看没、嗯？它这是有三个眼儿，给他们看一下。嗯。它是有三个眼儿的，你们买回去就是看白白的这三个。有三个眼儿。对。看哪个眼儿是好的？那它都可以撬开喝的。啊，都可以撬开喝。那这三个眼儿。啊。都可以放进吸管就喝了，八十，哦，哎呀，喷出来了，哎呀，再来一把，八十，它里面的这个汁跟肉都可以炖鸡、炖鸭、炖排骨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来一下，这个椰子肉可厚了，椰子肉哈，对，嗯。来了，纯天然的矿泉水啊，老铁们啊。嗯，好甜啊。啊，给我喝一口，我也渴了。啊。大口大口喝。椰子纯天然的矿泉水啊。哦，这太多了。说买回去它还可以把这个弄来炖肉，椰肉可以炖鸡。对，看一下椰肉，让老铁们。因为我这皮没有削太多，啊，不然这皮削掉一敲就破了，还是没有削。啊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，一二三，加油！哎，开了。这个椰肉看没？这个。然后你们可以拿这个边上的这个皮。椰肉直接可以吃的啊。或者那个勺是不是？椰肉直接可以吃，炖鸡。敲下来。嗯。这个刚刚好，这个就可以这样吃，累。嗯。就是说，说一说轻一点就是好。想吃的可以给孩子买点啊，给孩子买点。哎呀，这椰肉就这么下来了啊，给我撕点椰肉。可以撕点啊。我们可以拿砍下来这种皮，是不是水甜不？它是微甜啊，它是就是微甜，不是那种嘎嘎甜，特别甜的。北方人没人要，白给都不要，去边拉去。一般喝的都是你们那边的人。那孩子管你要，你不买呀？一天天的，啊、嗯。一般姐姐啊。你孩子就他不哪个不得出门是喝个椰汁儿尝一尝？你自己给他们扯。是不是？换一下吧。对对对，这是椰肉，可以吃啊。哎，太热了，坐这歇会儿吧。来这儿呗，坐这儿。嗯。
感谢关注啊！哎呀，这地方咋生活呀？太热了。哎，上面有两个大爷吧。感谢关注啊！感谢关注。现在北方应该不怎么热，啊，南方这边太热了，走到哪儿都热呀。不像好人呐，啊，长得多正能量啊，方方正正的脸，是不是？一般孩子吃，大哥，孩子喝点椰汁儿啥的。挺香的。太老了，你是说主播老吗，大哥？太热了，地方。有这个椰香味儿啊。你看不像好人呐，大哥，你看错了。老粉丝都知道，主播就是好人啊。北方这几天才10度啊，这汗直淌啊。吃着是什么味道？椰香味儿。一般孩子比较爱吃椰香，你像年龄大的没有几个喝，没有几个身体，就是有孩子的可以给孩子买点，都爱喝。那你来这到外边旅游景区的话，买的话20-30一个呢，是不是？主播不在云南了，现在在海南了，啊，准备要回，回北方，怎么来海南呢？自驾游嘛，走呗。感谢关注啊！那这样，哥你们，我就先下了啊，先下了。太热，太遭罪了。哎，这适合晚上出来，白天不适合出来，太热了。又换一个，换什么换？热的都没劲儿啊！我先下了啊，哥哥们啊，感谢随遇而安大哥啊，拜拜，直播间哥哥们，拜拜，飞哥啊。